During the tea break, I shared some pictures of Huangshan with Zhu Yanmo, and we decided to do a joint hand painting with the inspirations. 你看，很多时候我在一处把很多情绪建出来，这个情绪呢，它自然会。就是薄雾。哎，也是在很多，然后能够你把一个细节的地方画出来。然后你比如说这件线条太松了，不够光，你可以往改点的边，稍微再要取一下，再加水，然后你把它养过来。一般来说，容器在三里边，像它这种，S型的，S型流动，所以让它转过来，对，你就相当于，换图跟。 就是这个是吗？就是比较干的浓墨，一定要有一些地方是具体。要加点。哎，对对对，可以把它具体一下，不然的话那散的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。然后再加清水。 再铺上去。好，已经完成了。This is Huangshan, mist and cloud. Yanmo 小绘丽。对对对。